是今天的特派员雅轩，我人现在在板桥大圆柏。根据可靠消息指出，在这里可以捕获到野生的原子少年哦。祖安跟 Nelson 就在上面，我来帮大家谋谋福利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吧。走吧。雅轩，你怎么在这？当然是来看你们磨乖乖练习啊。不过你好像已经练习结束了。最近都太忙了，今天刚好有空，所以我就觉得Nelson一起来逛街买个东西啊。所以你们等一下要多下去逛街咯。跟你说，我的购物清单超长，一定要趁周年庆买才划算。你是不是也很爱 shopping 啊？超级爱 shopping 的，不然我现在陪你们练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 shopping 怎么样？好啊。完全不一样哎，很多机会可以去那种很特别的场合，所以像衣服看到喜欢就直接买。像我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之后啊，我很常会接触到一些我以前不会穿的衣服，任何颜色或者是风格我都可以挑战看看。那你喜欢熊，我喜欢狗。狗熊。服装都是能展现不一样的自己，这套是不是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？那雅诗兰黛问我就对了。哎呦，雅诗兰黛最经典的一个产品，小棕修护入门组，小棕品，女生每个人都要有一点，质地蛮滑顺的，而且它不会说用完之后太黏。现在很多男生啊都会很不注重保养这件事情，对，我要推荐这一款年轻无敌胶原霜，周年庆一定要买的，可以让你的皮肤很 Q 弹水润的感觉，它很清爽，它不会很油腻。真的好舒服哦，还要买一台回家放哦，像我晾完回家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了。哎，怎么睡着啊？那真的太舒服了。因为我是一个人从马来西亚来台发展，想家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床垫，让我安心放松的睡觉，真的超重要。不说了，先睡了。别错过周年庆档期哦，在10月20到11月8号，一共20天，品牌柜位好多好丰富，快点来买哦。